好的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可以拿到1000红宝石的一个活动，好不好？1000红宝石的一个活动，介绍给大家一下。这是无意间在逛那个论坛的时候发现的。论坛啊，吼，是大家发表感言的地方嘛，有好有坏啦，但是通常哦，就不会看很久。看的时候就是两者不一，你知道吗？有好的就好的，啊坏的就坏的。啊看久了就是，看自己啦，会不会被影响哦？对啊。那我们开启那个，看一下它的首页嘛。首页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“猜猜这是什么”逻辑拼图活动。逻辑拼图活动呢？他这个是6月26号的时候发布的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CM 小五。那这些就没有讲了齁。那活动期间呢，就是6月26号到7月10号的10点59分，晚上10点59分截止台港澳时间。那参与活动的方法呢，就是解开下面的逻辑拼图后，在该活动公告评论上传上你解开的正确答案及拼图图片。拼图图片中呢，一定要包含你的游戏昵称，才能具备参赛资格。所以你那个图片呢，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，但是你是用那个网络的，用那个电脑会比较好下载。用手机的话是你只能翻拍，但是你要填的时候很难填，要涂色的时候很难涂色。你下载在游戏的时候，你用那个电脑下载 PC 下载的时候，你比较好涂色，用小画夹就可以涂了。那逻辑拼图的问题呢？问题拼出所隐藏的词语是什么呢？那下面这个图片就是下面这个图片你光看下面的留言你就知道，它就是一个 KOFAS 的一个五个英文字母的符号，答案就是 KOFAS。那你要图啊，它这边有跟你讲怎么下载嘛，然后图示案例。哎，例子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奖励啊，就是可以让你只要参与者，所有参与者，你只要 po 上图片，不管你的答案是正确还是不正确，他就给你1000个红宝石，好不好？你只要参与，所有参与者给1000红宝石，正确答案前十名，正确答案抽十名，会有红宝石1000。所以假设你拿到了，你参与了，你又被抽到了，那你就是2000红宝石。那下面这两个齁是非常超值的，我是觉得你抽到的话一定爽翻了。正确答案10名呢，他抽10名红宝石，红宝石1000，有可能下面这两个齁比你红宝石还要好，你知道吗？正确答案10名红宝石1000，那正确答案10名再抽那个 KOF All Star 的格斗家召唤代币十个代表什么？他没有说是金币还是银币嘛，所以他是十年抽嘛。他只要是十个，那就十年抽啦。那另外一个十名呢，就是战斗卡召唤代币十年抽，就是十个，十年抽。我还以为他是送十个金币呢，那是被100年抽啦，爽欸。那怎么可能会爽，对不对？抽取对象所有语言言论坛总和，应该是这个论坛吧？对啊，这个论坛总和吧。你跟他只要参与啊，你就可以拿到1000红宝石。只要参与就可以拿到1000红宝石，赶快去！不管答案是对还是错，你 po 上去，你 po 上去是空白的，你也是参与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下面都是有答案啦，对不对？这个答案你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留下你要在名称上面留下你的 PID， 还有你的昵称，还有你的答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就可以上传到这个活动了。你上传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拿到1000红宝石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赶快去参加吧，好不好？去参加吧。不要错过啥，你不要错过拿1000红宝石的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
拿到1000红宝石的这个机会啊，上传逻辑图片啊，就可以拿到1000红宝石的机会。这个影片啊，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那赶快去上传吧。哦，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为什么吃螺丝？拜拜。